染起来还是比较多的。头发染的起来皮肤更白了。梳子在那里不停地梳，哪里痒我就戳哪里，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已经把它洗了。你今天才染的这个？今天早上。还是亚麻色？不是，它下面是有颜色，以前染过的，然后那个里面不是又长出来 有这么长黑的吗？嗯。然后我就把它染了，要不然是两个颜色吗？嗯。十分钟行不？差不多。太痛了。这次要调的细一点。太痛了。就多抹一点，前面多抹一点。它这个就像在黑板上写的一样，要先擦干净才能写上去。前面就多抹一点，越多越好，越黑越好。是。
直接把那个碗给它给它去，直接给它。觉得板栗那个颜色挺好看的。好冷。前面都没变。